系死死地气攞翻嚟。风暴过后，啲人就更加净系识得照顾自己，冇晒方向感，啲心态仲更加投机。啲贵楼就继续起，啲空冇人住都继续起，唔俾你搬上去唔通关，佢拖住你，连班金饭碗都送，冇晒士气，做咁多门面嘢都系嘥气。家阵嘅香港同以前有边输有得比啊？有边输有得比？Done.